下午，人气女子团体妈妈木沿海外行程经仁川国际机场出境，当天大批粉丝前来送机，妈妈木成员墨镜口罩遮面帅气现身，气场十足，一路上一直面带笑容与记者粉丝问候，礼貌满分。据悉，此次妈妈木赴台是为了参加7月7日在台北举办的 SBS Super Concert in 台北。搜狐视频韩的第一线韩国报道。